哇，这个好好看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要500多万喽，这么贵？因为这一口的话，它是有那种帝王绿，它是打到帝王绿，而且整个都灌过去，所以它会比较贵一点。哦，这样子啊，那这个就是紫色会不会比绿色便宜一点？哦，在这个板上的话是的。那你给我挑一个紫色嘛。你要挑个紫色的话，那这个位置吧，这个位置它整一条水路是刚好下来，而且色也比较均匀一点。这条起货之后会放光哦。 这条怎么样？但这个感觉像白月光，我想要色浓一点的。不是白月光，那想要色浓一点，对哦。我看一下，这里吧，这两个吧，这两个它色就比较浓，而且它也在水路上，这种起货之后紫色一定是不会失色的那种，超好看的。这个好看，我喜欢这个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的话是58哦，58，对，这么便宜，就买它。<笑> 你这么小贵的吗？那相信你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老公有钱。哇，好吧，那再仔细给你看一下，它满圈的紫，而且是色比较均匀一点。它里面的水路看到这边放光的地方吗？这边的话是这种起货之后会有双眼皮的效果，非常漂亮。那你要做正清还是要做圆条？比较建议什么呀？因为我更相信你多一点。我真的非常开心。那。 做圆条吧，做圆条我们既能保色，而且它不会困水，而且起货之后那种戴在手上显瘦。哦，那就听你的，做圆条，小心。那我帮你起货啦。好的，可以来，来，那叫个人过来。